今儿要给这个驴修修蹄儿，看他这指甲，这叫嘛指甲呀？这缝蹄呗。三个缝蹄。一个好蹄。一个好蹄的。好几年了是吧？这种蹄长得快。变口了。老老板，变口了。啊，变个口。啊啊。老驴了。好老板。嗯。好了，开始。修吧，开始修蹄的了。哎，这不，老实了不用拧了，老实了别动了。把放假的接不上劲儿练出来了。有劲儿。啊，今儿铲风力。换了大家伙了，你。我今儿换大铲了。哎，你看看，哎呀呵。啊，里边带着铁丝儿呢。鞋子这是玉鞋，又是你上火了。嗯，大铲就是嫌快啊，这铲就是快，是吧？咱就使劲儿这个。这大铲就是快，咱就使劲儿。哎呀，哪有脚了？好了，这梯子长多少年了？这老驴了，变口了。这梯子长得快，硬壳跟它一样。这梯子也硬。那小驴儿这梯子软乎。哎呀，看着都得劲儿。哎呀，看看他的坏指甲。看指甲，嗯。现在没有马车了，以前有马车的时候就定点是吧？活的时候都干，活的时候，老老的时候都干。这地方跟日本呀叫四肉卷了。这是大肉卷还是猪啊？大肉卷，大肉卷呢？哎呀，这得劲了就。哎呀，这得劲多了，大块。这叫缝梯。哎呀，臭味儿大，臭鸡蛋味儿。我给你修修，你还叫我妈了？这都得劲了，就舒服的。我每次一看这镜头，边上人都空了，是吧？可他闲着嘛，闲空。手上的劲儿练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他这蹄儿，漂亮多了啊，舒服多了，这就。这大肉垫的，臭的不行。那这个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我。这肉垫小一点。臭的太小了。光光把筋练。
刚换新的。生意这是说这八十不如那个黑子。人家是我说这八十干了多少年了？这是爸爸呀，这妈妈是爸爸了，这是妈妈是爸爸了。你这帽子低了太花太花太结实。嗯，没有一个钱回去。就是那、这个。啊，就是那个修那个涛子，哎呀，看这挺修的，这之前教的，这就是人。自打教出人，教又成司令了。刚下过崽儿，看这么瘦。哦，有多重要？有多重？这也是他们。哎呀，这大肉垫儿呗。哦，好不？你说。哎呀，还有粪！粪，这圈里那个鱼粪，就是柜子这面那指甲刺的。这警察知道不警察？宝宝，告诉你，警察忙了都塞上泥了啊！哎呀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不老实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这个还老实，没上心。不老，我这是不老。别扣，扣皮。臭吧？臭不？闻见臭味了吧？臭鸡蛋味儿是吧？啊？臭鸡蛋，臭，别臭。别臭臭。这臭儿呼呼的。看看这标准的修，这剃的真好看。干活挺利索啊。看这个也是大肉垫儿哈。去看吧，兄弟。好。有二三十年了吧？没。哎呦。但是这个也时间长了，你看好家的。差不多。好。看这个大肉垫儿也舒服了就。走走，看这驴这挺儿修的样法，样法不行。多了这。